17年那是总冠军嘛，然后还被就是最后一场输掉的时候，阿德叫我们就是留在那边看看对方那种庆祝那种画面，对，然后说你们要把这个东西记起来，那这会变成你们之后成长的动力，这样对吧？去那一个当下其实印象蛮深刻，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个的话，你可能会不知道说自己缺了什么东西，对吧？那你如果看到那个，你心里有一点讲愤怒嘛，对，你就是会想要把它讨回来那种感觉，那你才会更有动力的去让自己进步这样。当下难过是一定会吧，那你因为学长要我们看嘛，那看了之后当然第一个因为不舒服，那就是会想着说我们就后面一定要把他们讨回来的那种心态，慢慢的就会从内心然后就会有那种感觉，那种想法出来。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投球庆祝嘛，我刚好回头的时候，刚好就看到恰恰学长跟志胜两个人，我本来是想跟他握手啊，不好意思。对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蛮难过，全队都很难过啊，就是，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球场上面，就是我们是尽全力以赴。那比赛结束，就是就像我们还是学长学弟，还是很好的朋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没有，就是怎么讲，也不，我觉得不是安慰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敬佩他们，就是可以，就是像一整年成绩都表现得很好这样子，对，大家都辛苦了。学长他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是非常可以靠得住的男人。对啊。对，很少看到学长有很大的情绪反应嘛，对啊，在这十几年来很少看到，他都会把他压抑下来，然后隐藏得很好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这种反应，有时候你表现不好表现很好，有时候的反应你把他压抑下来了，就是把他发泄出来，在对的地方把他发泄出来是件好事。然后我觉得学长他会把这些把它隐藏起来，然后他走出来的时候会是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感染力这样子，对，然后让我们专注在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里面。这一棒打成了在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手追得过去，有机会接到吗？扑倒在地。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的他们应该是总冠军赛吧，对，统一就是跑垒脚有点拉到了，然后死命的不下来，对，那种精神的确是令人感动，对，就是还想要为球队这样子。如果是我是球迷，我会被他感动到，他那种拉伤就是连走路都有问题，然后他隔一天绑一绑还是继续上场，我觉得那是的确。为了荣耀，为了球队想要去做的事情，不是那种，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对。明明就不能跑了，然后可是他硬着就是还要继续这样子。那时候教练团也不希望他说，因为这一场，对了，有可能就是他这样子拼，有可能也会总冠军，可是。他这样一跑，如果一拉，绑断的话，休多久，有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球季，也会影响他自己职棒生涯。所以那时候教练团也考量，就是坚持着，就是不要让他冒这个险。可是他就是一直也想要去冒这个险，让我们就是蛮佩服的。说你看一个在球队算。看板性人物，他这样子做有可能会影响到他自己，可是他就是一样坚持着，就是想要拿的那个总冠军，对啊。在那一个系列赛当中，看到恰恰这样带伤上阵，其实说实在的，我们也是有一点于心不忍，因为毕竟，
大家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球场上的拼战是健健康康的一个身体上面去拼战。那我也知道他那一次受伤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有一个南部的一个郭医师，好，就是也是我们棒球的老前辈，那他很擅长针灸嘛，所以在那一个系列赛的时候，那恰恰也是有去找郭医师，请他帮他针灸，因为他也是想要能够用比较快速的方法，能够让他的一个脚部的一个伤势能够减轻他的疼痛，能够完成这个系列赛的比赛。他在这边打出去内野滚地球要跑一垒的时候，是用一跛一跛的跑上一垒。其实当下我们在看台上面看的，真的就是很感动啊，就是说，自己能够为了自己的成绩，为了球队的成绩，然后为了球迷买票进来看球，拼战这个总冠军战，能够带上这样。其实那当下那个镜头，国庆也是有，好像也有在，就是安慰他，还有关心他的那种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啊。其实说实在的，真的是也还蛮让人钦佩的。嗯，今年那目标最大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球队拿到总冠军，因为这是一个最高的目标。这次球员来有太多遗憾，我包括差点赢日本，然后当差点拿到奥运四强都有了，但在前几年因为差点拿到总冠军都有了。太多遗憾是，但会尽全力的去让希望能够不要这些遗憾。赛结束，这是一个再见安打，不但是夺得了冠军，而且是队史第二次的三连霸。